大家好，我是翔哥，卖狗不报价，生意做不大哈。最近啊，有极个别粉丝啊，他们都以为我这视频的价格是包邮的，还有是货到付款的，根本不可能啊，在我这里从来没有包邮，视频上的价格包邮，还有那个货到付款，从来没有啊。不管是谁，没有任何那个牌面从我这边货到付款，你给我辛苦钱，我给你发货，运费你出啊，我只是帮你买。咱要理解一下啊，来，咱继续去盘狗去啊。来了啊，咱挑这个黑狼啊。昨天咱那个视频发出去之后，好几个粉丝跟我说要黑狼啊，要一公一母，一个广东的，一个重庆的大哥，两个大哥要。问他那个是么的，我觉得比昨天的狗小呀，是那四条狗吧？绝对是啊。那你拿出来哪条？来看看，把它放那个场啊。疫苗做齐的哈。今天我到市场上逛了一下啊，那家那边还有一家黑狼，不过他家黑狼贵。再给我挑个公的，这个大的，这个肺，这是公的吧？对，哦，是公的。剩下的两条小了一点哈，来看看啊。哎呀，这个。狗爸爸得有多少斤啊？狗爸爸、狗妈妈，公狗有145十斤啊，母狗110斤左右，还是昨天那个价格，8米，你还能让2000吗？确定不让了？我说了让猫眼，昨天问你让猫眼的时候，我他说昨天以为我不买，知道不？直接说怕卖给我，他之前跟我说的，给我看了转账记录，都是1023。咱算是昨天捡到漏了啊，天天逛股市又捡到漏了。那放地上抛一下我吧，按道理应该没啥问题，是吧？你把那个牡蛎放那里边，再跑跑行吗？看灵活度，确实大了哈。你看，哎呦，过来过来，走路只要不爬梯都拿下。好多狗狗有点怕蹄啊，这个不怕蹄啊，看，哪个再拿出来看看？我的不怕蹄，好多德牧为啥怕蹄啊？德牧它就那样。德牧大部分都怕蹄，不知道咋回事啊，是不是缺钙啊？看看这两条，疫苗确定不用再打了吧？放心吧，我都是接到之后也不用再补疫苗了，是吧？你别看了，这都无所谓。行，哎，你这样吧，大哥，你给我暴露那边去，暴露了托运部去吧。还剩两条，那两条小的应该得便宜不？我还再把你妈这卖出去。好，那你看你一次性能抓两个呗？我想着你不要了。你一次性能，哟，我抱不动。你一次性能抓两个，我送过去吧。送那个托运部吧。就你坐，我指的方向，我手指的方向。你从那边走近，你要从那边绕一圈子。啊，从那边走，从那边走，那个屋里边。你看这边的黑狼哈，你的黑狼最少啥价？9位，人那边的6位。我刚才对，昨天我刚刺激了一下那个大哥，早上给我要1200，刚才又给我说900了，一看我买了他2只900，我又说600买的，放哎老头，给我拿笼子，给我放前面笼子啊，来看一下啊，得找两个大笼子，这小笼子塞不下，跑题啊。放里面一个，还得再拿一个笼子，一个重庆的，一个是广东的大哥啊，两个大哥要的黑狼，还得拿一个笼子，你还装笼子，这小笼子肯定塞不下，再拿个大的呀。这狗买的绝对超值啊，捡漏价了。你那黑狼30多个都啥价卖了？你那之前的黑狼？1400、1500。哎呦，该报血价了是吧？你昨天这种玻璃鞋的玩意儿不要。你昨天觉得我给你闹着玩了呗是？我就对，昨天我试你一下子了。
我跟你说了，我有视频为证，你想刷来刷不了了。那我没办法，我给你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给我吧，还那家养的多。你知道我这两个的上面一个你看。你我也不说了，你那你也就卖个900块钱到1000块钱，你也就今少卖就少卖400块钱是。不，我走一天了还卖呢。看这狗多大啊，这大笼子。你这个没啊，没拉呢。来关注一下吧，你那两个哎，齐北那两个小袋的，齐北行吗？不用。啊，那你得说最后一口价多少，我看还能把你卖出去不？我不说。不说了。你愿意，你拿去，我马上让你。还是啥钱？还是不给你报价了，不给你报价。800还能上钱是吧？800能上钱吗？弄上来啊！好嘞，800还能上钱，那两个小一点的哈。来关注一下，咱继续再给粉丝一起掏狗狗去哈。